加，收，有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带爸。我是海苔拌草莓。啊，你都变草莓了。我们要打这个给 baby。给 baby。对。碰到会下不去，所以要对好。你是要出别的？那个没有，那个包包没有用袋子啊。那可能要先把这个提出来了，提起来，不然像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下走的。没有没有下走的空间。对。我感觉我要带他看。好，问你。他可能要把它放到刚刚那个位置这样子。哦，这爪子有点。哎，有有有。给你了。为什么又被我了？因为我很常玩啊，你又很。哎，你就撸过就好了、啊。我算还蛮常玩的。Baby， 攻击先放在这里。它其实爪位，它爪子有点。哎，后背。它爪子有点斜度哈，所以你要抓小点。对。Baby， 进来，你们俩都去外面干嘛？我们要打这个恐龙给你啊。先。对。这样子下去就好了，看你们。可是它好像有时候会转爪。对。出货啦！对，恐龙出货。恐龙下面。哎，有了，有了啊！哎，有了，有了啊！哎，有了，有了啊！好可惜哦。我刚以为你会补位，然后滑出来这样子。对啊，好可惜。现在被这个再加上，我手也不是很快。有，自由，有没有看到我后面两个女儿不停的在挣扎，但是掉不出去。呀，打推吗？夹后面，夹前面。我以为会滚下来，说蹦上去，滚下来。耶、yeah ！哎呦，有哎、欸！这是真的，田园菜不要脏话了。对，没有。你说。哎呦，夹那么厚！哎呦，你夹那么厚，你给我夹那么厚还输过？我刚刚夹那么薄。对啊，我刚刚以为他。哎呦，夹那么厚！直接喷进去的。没有了。风很大。有震动。baby， 我买了一个水壶。380。我买了一个水壶。哎、欸，这个其实乐趣很高哎，因为它可以甩。已经很多粉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可以出哦。可以打粉了，广告度。哎呦，还要出货了，好快哦！大概是我看过最快出货的货。好好笑。而且那边有一只 Hello Kitty， 可是我觉得它被压住。现在宝宝在看哈，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。哎，有哎，有勾到一点点。哦，小熊要出货，还没在等啊。出货了，要不然你女儿先拿。好，你先拿一下。不行哦，他要先把它拉出来才有可能进。有喽，
我操！啊，我叫卡爪哎。爸爸穿红色内裤哎，爸爸穿红色内裤。不是要穿这个包包，他不是要这个包包。他不喜欢粉红色啦。啊，算了啦，好笑哦。哎，这没有出位。我打这个给他。哎，有一根，有一根哎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走，不要过来。哇，妈妈偷了那个。啊哈哈，卡洞。太长了。你还可以再一次直上。好，去捡，去捡。好，就做的东西。里面好丢哦，那就是还要再用，要套进去。刚才是因为那个补位啊，补位对。这其实要甩进去是有个难度啊。你甩甩看哦，反正就是没对到，没对到。但好处是直上直下可以打这一台，只会直上直下的。快出！好像没有什么技巧哎，就是对准就对了。其实有一点，可是是因为靠那一个，因为它夹前面一点点啊，它不是重心会这样子，然后就碰到后面它就掉下来这样子。好，给你。难怪这台刚刚好多人玩。大奶奶要小人。夹，收。有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换。怎么不要吵架啊，小明？老公，他刚刚还掉出来，那你有看到？对啊，我有看到。哎，外丢哎！好可爱哦！哎，外子要飞了。对家用物品很有兴趣，这样。没有甩进去。哎，你差一点要出货了。这什么亲戚？这要看运气，运气好就出了，运气不好就打晒了。有？没有？哎呦哎，出货了，刚补好货，我们又再来杀一次。这边有个盒子要先美国队长。啊，可是我要洗衣球。好，你先讲你想要的。洗衣球现在怎么做？我不知道，你刚刚不知道是你在玩。可是现在能不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边。啊，你不要跟内裤。没有。你要哪个？好舒服，好可怕哦。这个就是刚好遇到台独补货，对呀，补那么满，好可怕，很大的袋子，不知道是什么袋子。妈妈都喜欢食用的。白痴啊，认真打好吗？我很认真，这边有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打。你卫生纸。掏腰哎，掏腰哎。靠腰嘞！我要打的一直没有打到，但是没有打的一直掉下来。哦，真的好厉害！你这是炫耀吧？我们这样会不会趁台主补货的时候，这样我们会很残忍？真的假的？好，这是今天的战利品，然后到时候我们把我们要的拿掉之后，就拿来抽奖。你要用响几来？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，baby 们？你说。哇，这间好好夹哦，拜拜。
每天我在那里可以庆祝一下。